出道至今有过许多经典歌曲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日前接受新闻专访时，他透露自己之前健康亮红灯，三度心肌梗塞送院医治，动完手术后也慢慢恢复健康。他也透露自己目前心脏没事，而且现在每三个月就固定回去医院追踪，定期做详细的检查。被问到有没有做一些运动来维持身体健康，他则笑说每天嘻嘻哈哈开心笑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保养了。同时他也透露自己一直没有对外讲过，他其实有痛风20几年了，真正严重的时候会痛到下不了床，吃点药才能缓和症状，也因此最近越来越少吃高胆固醇的食物，也强调自己目前身体状况不错，要粉丝们不要太担心啊。